继香港上映《福音战士》新剧场版四作，新影片公布也将于澳门连续四周上映续《破 Q》以及新《福音战士》剧场版。4D 版购票特点为 A2 海报， 2D 版购票特点为 A5 文件夹。预定9月10日发售的一番赏《福音战士》内部代码 The Beast 公开全奖品图像，先前已公开了 AB 赏的初号机以及二号机兽化第二形态 The Beast 手办，还公开了 CGH 赏的定真寺、凌波丽、明日香、主勋、真希波以及葛城美里的立牌。本次公开了 I 赏的手巾、 J 赏插图片以及 K 赏橡胶摆件的图像。高性能次世代芳香剂 Aromaholic 与 Weed Ever 合作，有芳香精油10毫升、芳香喷雾50毫升以及芳香喷雾250毫升共三种产品，均使用了美山五的插图，款式分别为薰衣草、薄荷、佛手柑、玫瑰以及柚子柏树。来自福音战士新干线会发光的皮卡与卡套登场，第二弹为正脸款式，通过 IC 卡读卡器的无线电能量发光，无需电池。接下来是今年夏季的 EVA 活动汇总，暗夜姓名展于山口县立美术馆举行，至9月4日结束。福音战士大博览会于东京涩谷举行，至8月26日结束。城市中的福音战士第二弹于山口县举行，至9月4日结束。EVA Tea Party 2022于阿米阿米秋叶原无限会馆店举行，至8月28日结束。Weed Ever 艺术展于冲绳莆田西海岸 Poluk City 举行，至9月4日结束。福音战士插画展于北海道记忆国务书店札幌总店举行，至9月11日结束。Ever Store 于奇遇文珍堂书店 Gale 新手店期间限定开业，至8月28日结束。于山口井筒屋期间限定开业，至9月4日结束。Weed Ever Papa Store 于仙台 Poluk 期间限定开业，至8月28日结束。于名古屋 Poluk 期间限定开业，至8月31日结束。于吉祥寺 Poluk 期间限定开业，至9月25日结束。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有什么想法的话请留个评论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